两位，你看呢只歌咧就叫做《此恨绵绵无绝期》，系一只近期罗文老师咧系最 hit 嘅新歌。咁咧系讲袁岩翁咧系呢个王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个大佬咧系佢未成王之前咧，佢个大佬系王嚟嘅。咁咧就睇中佢嘅妃子，咁佢而家要献佢嘅妃子去俾佢。但系如果唔献咧，就会诛三族。你估佢嘅妃子肯唔肯呢？嗱，飾演呢個袁顏翁咧，呢、這個王爺咧就係、是、陳國蘭小姐喎，大家都熟悉嘅。咁咧，廖英群小姐咧就飾演呢個妃子烏林達喎。嗱，熱烈嘅掌聲歡迎兩位。除突然，如
若不允，尽诛三族，即究如何是好呢？已经未经良辰，事情晚矣。
Oh.
心中已为红罩。